张景嵐工作满档代言能量饮，投资事业不露面怕杀价失败。张景嵐今30日以一袭深 V 红衣黑皮裤化身电竞女神，出席泰山 F 能量饮料发表会。她表示，我常熬夜加班，待会工作完还要去开会，领导是发凌晨5点的通告，这时我就很需要喝能量饮料。被记者赞非常善尽出席职责。被问及好朋友小玉会不会需要，张景嵐反馈记者怎么指名道姓，媒体问好像双方感情有谱，张景嵐说，不管对方是谁，自己有个生涯目标，就是要在35岁前把小孩生完，不然会变成高龄产妇。记者传达心知，说34岁就是高龄产妇，他听了笑说，那要加快脚步，加快。又表示自己害怕戳肚子，羊膜穿刺，仅说现在还是先管好自己，养活自己和爸妈。被问及孙鹏和迪玲儿子之事，他表示没 follow 到这篇新闻，但希望一切没事。被问到自己会如何教育小孩，他表示该严格就严格，预想自己应该是刀子嘴豆腐心系列的，也不敢想象未来自己或许会被小孩吃死死的。接下来即将进新剧组，张景嵐表示开心，因为角色是自己喜欢的，而且很有挑战性。又说现阶段想先为自己努力，不管是演戏或者副业。尤其自己不小心很容易为别人活，例如如果以后有小孩了之类的。被夸郎才女貌，她则笑说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。又表示交朋友不论男女，没相处个2年其实是无法看出对方的本性的，1年更称不上了解。不过被问及好朋友，他赞美对方是个善良天真的好人，还打趣说跟他比起来他善良到有时我是不是有小恶魔。张景嵐并具父母、经纪人、合伙人，自己上升都在巨蟹座，对巨蟹座的人就是相处无障碍。张景嵐近期发展副业，投资研发生产面膜，他指自己的理想是传递正确的保养观念，因此和朋友一起杀进面膜事业，大家一起集资7位数，在事业中学习和成长。被问到是否回本，他头大表示还没有，因为刚有进账就又投入宣传，感觉越投越多，但是保养事业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，希望可以把好的产品推广给大家，帮助到需要的人。也坦诚好朋友怪点子很多，有生意头脑，所以面膜事业也有请教过他。被问到有无碰到困难之处，他说其实每个细节自己都想参与，但是坦言自己不能出现，因为可能会杀价杀不下来。全场听闻大笑。